如是真实妙用，于一念勤顿曰三起，三大阿僧祇劫。一生称名呢，为其诸圣，这个诸圣就是41位法身大士。啊，诸位想想看，这个缘分，这样的机会，谁能遇得到？开经偈上讲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前清乾隆时代，彭基清居士说：“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之一日。”我们遇到了啊，遇到怎么样？遇到懵懵懂懂。不能说我不知道，也不能说我知道。没搞清楚啊，一知半解，所以心没发得出来。啊，信心不坚固。啊，愿是摇摇晃晃的，若有若无，那这怎么行呢？是功夫不得力。这不得力的时候，对这个法门就怀疑了。啊，这一怀疑，可能就不相信了，就改修别的法门去了。这样的人很多很多，啊，不在少数啊。啊，难得，黄念祖老居士能把这个法门讲得这么清楚，讲得这么明白，啊，让我们认真学习，通过学习真的发现了，这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啊，才晓得我们这一次的机缘无比殊胜，啊，真正是百千万劫我们遇到了。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今天也遇到了，也逢到了。啊，真实妙用，真实在哪里？就这一念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你只要念这一声，这一声就超越三大僧祇劫。啊，超越了一般修行人。啊，你看他从小果。四果四相，或者是以华严经来讲，他从初性位到实性，啊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，51个阶级，我们这一句佛号就超越了，真性、实性。为什么呢？妙觉果位佛说的，决定不能用凡夫之见来看。凡夫之见、小乘之见、大乘之见都不相信，都怀疑。我们今天只信这是佛说的，这不是别人说的。啊，释迦如来、弥陀如来、十方一切如来，都是妙觉果位啊，不是等觉菩萨了。弥陀经上，我们看到六方佛赞，在这一部经上。在玄奘大师翻译的《弥陀经》本子上，我们都看到
十方佛刹啊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，没有一尊佛不承认，这都是为我们正信，这都是劝导我们要发愿。啊，我们真信的，真发愿了，啊，从今天起真念佛了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啊，再不要把其他东西放在心上了，啊，心里面有这些垃圾清除干净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心上有佛，口上有佛，身上就是佛身。啊，我们自己不觉得，凡夫看不出来，灵界众生看到我们现了佛身了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就这一声佛号，为其助身。